现在我们学习88式太极拳的第57式到75式，从第二个云手到左穿掌。先请大家看一下这一节动作的连贯演示。下面我们把这几个动作做一下分解的示范。预备，57动，云手，右云开步，左云收脚，右云开步，左云并步，右云，左云，右云，第58动，单边，59动，下式，一，坐腿扣脚摆掌，二，突步穿掌下式。第60动，左右金鸡独立，一，起身调掌，二，独立调掌，三，落脚成掌，四，独立调掌。61动，左右倒卷弓，退步推掌，侧手翻掌，退步卷弓，虚步前推。第三个，
六十二洞劫匪式。转身弓步分靠。六十三洞提手。方向斜前方三十度。六十四洞白鹤亮翅。方向转向正东。六十五洞左搂西奥步。六十六洞海底针。根部提手虚部插掌。六十七洞闪通臂。六十八洞转身贴身锤。六十九洞进步斑斓锤。斑拳斓掌弓步打锤。七十洞上步斓雀尾捧手捋手拳击引手后按。单边七十二洞第三次引手两手交叉画圆转腰云臂步子轻移轻收三次七十三洞单边七十四洞高探马七十五洞左穿掌一收脚穿掌二上步弓步穿掌好这一节动作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以前出现过的大家熟悉的动作比如我们全套云手出现了三次那么在这一节里头呢我们有第二次第三次两次云手我们已经说过为了使起势和收势大体上回到原位那么云手几次的数量和倒卷弓的几次的数量应该有一个互相的调剂如果你向左侧云手做的长做的多那么倒卷弓向后退也应该多做一两个那么按照我们教材的建议是云手三次分别是五五三我们这儿的呢第一个云手还是就是第二次出现五次每收脚算一次云波三次四次五次倒卷弓每退步做成一个虚步推打两次三次如果不能回到原位的话可以再加第四次推掌的时候前脚掌着地虚步两种规格手挥提拔脚跟着地倒卷弓前脚掌着地那么新动作只有三个新动作下势独立
和最后的左穿掌，三个新动作全是掌法。下式扣脚摆掌，右脚外撇，继续转腰摆掌，然后屈蹲扑步穿掌。扑步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一腿全蹲，一腿扑出去伸直，手顺着你的腿向侧伸出去，叫做穿掌。后手是勾手，举在侧后方。撇前脚，扣后脚，起身，举手，独立，调掌，落下右腿，再把左手左腿提起来，左筋肌独立。这两个新动作，一个是穿掌，顺着你的腿向侧前方穿出去，一个是向前挑起来。穿掌力点在指尖，穿有的时候插到他的裆下，或者直接插到他的裆里去进攻。挑掌把他给挑开，一般是破坏对方的进攻。下势把姿势下去，把手穿到他的裆里头，然后再把它给挑起来，勾尖转向上，然后提腿挑掌，提腿挑掌，前手把它给挑开，拿膝盖去进攻创。武术有一句话，远了拿脚踢，近了便用膝，屈腿顶靠。最后一个动作高踏马以后又是一个穿掌，这个穿掌是锁喉，用指尖去戳他的喉咙。穿掌在武术当中是经常使用的。所谓穿呢，把你的手顺着胳膊伸出去，顺着你的身体伸出去，顺着你的腿伸出去，本来是一个动作，有的时候可以作为动作的连接，转身的时候后穿掌，也可以前穿了以后再摆过来，这些是作为连接时候出现的穿掌。还有的时候穿掌作为独立的进攻，像这个左穿掌戳他的喉咙，下式穿掌穿他的裆部。下面我再把这些动作背向给大家演示一遍。单边云手，单边下势，左右筋肌独立，左右倒卷弓，斜飞式，提手，白鹤亮翅，左搂膝腰部，海底针，闪通背，
转身贴真锤。斑斓锤。上部拦截尾。单边。女手。单边。高探马。左穿闸。现在我们学习八十八式太极拳第七十六式到八十八式，从转身十字蹬脚一直到收式。先请大家看一下最后这一段的动作连贯示范。下面请看一下这些动作的分解演练。左穿掌预备，七十六转身十字蹬脚，一坐腿扣脚转身屈步抱手，二分手十字蹬脚，七十七动搂膝打锤，一落脚转腰摆手，二上步收拳，三弓步搂手打锤，七十八动上步拦雀尾，斜脚转腰上步右捧手，上步右捧捋回来挤出去，横回来按出去，七十九动单边
十动，下势。一，扣脚转身摆掌。二，扑步穿掌。八十一动，上步七星。一，弓腿起手。二，屈步架拳。八十二动，退步跨虎。一，退步落手。二，屈步分掌。八十三动，转身百连脚。一，捻脚转身。二，上步穿掌。三，坐腿扣脚转身摆掌。四，百连拍脚。八十四动，弯弓射虎。一，落手落脚。二，摆手弓腿。三，弓步冲拳。八十五动，进步搬篮锤。转腰扣脚，收脚握拳，搬上步篮，弓步打拳，如风刺地，收手弓腿前按。八十七动，十字手扣脚转身撇脚分手。二，向回坐起，收脚合抱。三，拍立步抱手。八十八动，收势还原。下面我把最后一节的动作的要点和攻防含义再讲解一下。第一个动作，回身十次蹬脚，又是一个腿法。为什么叫十次蹬脚呢？两个手是左右展开，脚呢是向前蹬串，好像一个十字一样。前边我们出现的蹬脚是上下相合，是前后展开两臂，从宽掌开始，一扣脚转身，然后再坐回来，捻脚活步成虚步，两手相抱。二，分手十字向前蹬脚，搂膝打腿，落脚摆手，上步握拳收拳。三，搂膝打腿，这也是一个新动作。原来传统的名称，这个动作叫做搂膝支裆锤，这个名称就正确的反映出了攻击的方向是对方的裆部。搬篮锤呢也是冲拳，是打对方的胸部，这个左手把它搂开，那个手向前下方对方的小腹或者是裆部冲击。下边还是横离极按，横离极按。最后一个单边，第二个下势，扣脚撇脚摆掌转腰扑步穿掌。再一次已经出现了下势，穿插到对方的裆部。起身，上步七星，两拳相架，是一个防守的动作。架开也叫七星拳，屈臂在身前，好像一个北斗七星的样子。有的使人呢也解释头肩肘胯脚膝，七处都可以发，也叫七星拳。退步跨虎，侧脚两个手沉落再展开，是一个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
把它给分撑开，瓦解对方的进攻。动作分掌像白鹤亮翅，但是呢，在攻防的含义上是有区别的。转身摆莲，先转身，以脚掌为轴捻左脚，以脚跟为轴捻右脚，向右后转，正西偏北上弓步穿掌，没完，继续扣脚转身，两次捻转完成了360度的转体，然后摆莲开脚。这是最后一个腿法，摆莲脚，脚在你的身前外摆成一个扇面，是摆动你的腿去攻击对方，也可以向里摆动，里合，也可以向外摆动，这种摆动起来踢打对方也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种腿法。摆莲开脚，双响，哒哒，依次拍击脚面，弯弓射虎，向右前方落脚，摆手握拳前打，这个拳还叫打拳，也叫冲拳，必由其而伸打出去，打拳单杆锤，打拳搂膝打锤，打拳，这是这个拳，双拳齐打，摆过去，握拳收到你的胸前、身前蓄力，然后双拳齐发。这个拳可是力点在拳面，但是是内旋的，拳心斜向下，所以叫做反冲拳。不要做成架打，从正面再看一下，摆连脚以后。落步右前方，向着东南方向，弓腿摆手，握拳收手，向着东北方，双拳齐发，一个停在你的额角前，一个停在你的头前，与鼻同高，力点还在前面。最后一个拳一个掌收回来，还是做搬拦腿，如风似立，收势，扣脚铁脚分手，形成一个侧弓步，再合抱回来，垂手收脚，自然舒展，中正安舒，仍然要注意，不能低头弯腰，不能猛收猛蹬，平稳均匀，圆活的连贯的分开，平稳的均匀的合拢，收抱收脚，站立起来，徐徐的分手，轻轻的垂落，并步还原。到这里我们已经把88个动作全部都学完了，大家不但要知道它的动作的路线意义，而且要掌握动作的要领。我们练的是杨氏大架传统的太极拳套路，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心静体松，柔和自然，这是呢杨氏太极拳的风格。要保持一种平静安静的心态，在动中寓静，涓涓流水，很柔和的。第二个特点，它的姿势是中正安稳，舒展大方，
这时呢，大架杨氏太极拳的特点，动作比较开展，捋回来也可以捋到身前，再挺出去，也可以捋到身后，再向前挺出去。我们这个套路显然是更突出了他的那个架势开展的特点。步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可以轻轻的移动重心，撇脚，再抱起来，再上步。每个动作给你的感觉是大架舒展饱满，好像充满气的气球一样支撑八面。第三，均匀连贯，虚实相间，动作太极拳行云流水，绵绵不断，这也是杨氏太极拳的特色。势平进不断，进变亦不断，断而复连，不能够呢像有些个动静静定节奏分明的武术那样，但是在这种均匀绵绵不断的情况下，又是有虚有实，有一些个微妙的变化，而不是死水一潭，应该说是微波细澜。比如说虚一点，在均匀当中虚一点，最后定势的时候要实一点，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再虚一点，最后再实一点定势，你能够感觉出来，在均匀当中能够感觉出来哪块是完成的，哪块是启动的，哪块是转折的，起承转合应该给人有留下了那个很好的很清楚的印象。第四，轻灵沉稳，刚柔相济，太极拳是柔和的，但是柔而不软，太极拳呢又是隐含的内劲儿的，但是呢沉而不僵，松自然不等于软，不能把太极拳做成了软绵绵的。不舒展应该是饱满的，有人形容太极拳如绵薄铁，外边看是柔软的，内边呢是内劲充盈的，沉实刚，但是又是不硬，这是太极拳的第四个进力的特点。第五，周身相随，内外相合，武术也叫做外三合内三合。周身相随的外三合指的是手眼身法步，内三合呢指的是意气和你的动作，或者叫意气力，要以你的意念引导你的动作，意道神道气道力道，先在心后在身，气势要贯注，先走腰，由心而意，由意而腰，再领着你的手，最后是手眼身法步，气力动作相合，这样拳术动作才能传神，才能饱含的内劲，外柔内刚，内外相合。最后我再把这一段的动作背向演练一下。左春掌转身十字蹬脚，搂膝打锤，上步拦雀尾，单边
下士。上不齐心，退步跨步，转身摆莲，弯弓射虎，斑斓锤，如风吃地，狮子手，收势还原，今天是我们88式太极拳的最后一课，我们最后再背向完整的给大家演练一遍。当你全套练习的时候，打太极拳的速度可以适当的快一点，熟练以后比如说打到13分钟、14分钟，初学的时候呢也可以稍稍的16分钟、17分钟，不管是稍快还是稍慢，但是速度要大体均匀，不能忽快忽慢。下面请看背向完整演练。
Thank you.